来，家人们，给你们搅一波藕粉啊，开，来起几勺藕粉，给你们搞下那个冲藕粉啊，很方便冲藕粉这个、啊，来一对一啊，一配一，来给你们搞那个冷开水，真的冷开水不能多哈、啊，一配一这样子就可以了、啊，冷开水的、啊，又倒了一点多了，我都慢慢用，一不小心啊，把它浓开浓像水一样啊，一对一的哈、啊，一对一啊，来，然后这个有点多哦，这个开水给我搞，再加多一点点藕粉吧，因为是一对一的，哎呀，藕粉加多一点点。然后用100度的开水啊，直接用100度的开水啊，然后搅好100度的开水，来冲泡了，然后就直接搅了就可以了哈。然后来搅到它变色哈，它开始要你看变成你看很轻的吧，这个我冲了有点轻，平时我的话都比较浓的哈，平时我冲的比较浓的，今天就比较稀一点了，一般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来，这样子就成功了，藕粉就可以冲成功了啊，这样子可以开捞咯，但是好烫，有浆果的哈。太爽了，好多浆果，好烫。